王正芬董事长。王董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信托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高英杰副董事长。今天介绍的是台钢雄鹰球团刘东阳领队。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杨清龙秘书长。谢谢以上所会有长官的莅临，接下来我们就先由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大家长蔡其昌会长来为我们讲几句话。哦，不讲，好好 ，OK。今年的世界棒球经典赛，中华队在上个礼拜结束了 A 组的赛事，相信所有的球迷朋友都被中华队全力拼战的精神所感动，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击出决定性全垒打的强棒张玉成。也为今年中华职棒官办热身赛来担任开球嘉宾，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天的开球嘉宾，永远忠诚张玉成。好，张玉成在经典赛的表现大家都是有目共睹，谢谢玉成为国家队的付出。好了，玉成也同样的感谢球迷朋友的一路相挺。那么在进行今天的开球仪式之前，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来让大家重温一下经典赛的经典桥段，让我们再次的来谢谢张玉成的付出。全体注意，我们邀请来自于台钢雄鹰，他也是经典赛中华队训练员的吴伯轩，掌声欢迎伯轩。他也是经典赛中华队的后勤团队。好，玉成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帮我们开出今天的好球。好球。好，今天的媒体也来了相当多，我们先看正前方的媒体好不好？谢谢。好，我们右前方的媒体帮我们看一下右前方的媒体。好，再是左前方的媒体。好，谢谢，再一次谢谢张玉成以及今天所有与会的长官跟贵宾，还有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谢谢你们进场来支持。好，再一次的掌声，谢谢今天所有与会贵宾以及张玉成选手，祝福玉成回到美国一样能够有很好的表现。我把部长加油！